他原本疫情期间上个月又暂停开放哈、那这个月应该又开放开始可以了啊、可是那个要预先申请哈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。昨天就有人问我说哈、你们建议阿美往这个方向跟你们介绍吗？我做的这个跟你们介绍可以哈、如果有问题跟阿美讲哈、因为我是希望你们看到什么就跟你们介绍什么。来，我们金门呢、昨天有人提问说金门的房子为什么动不高、第一的原因，以前有限高，因为以前打仗的时候，我们昨天走的那条中央公路啊，那一个哈、如果真的暂时有需要，那边是可以改为一个跑道，类似哈、跑道，所以我们金门啊，悲哀的当时候